聊天室表脑好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菜，我是梦梦。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件事呢，就是突击他的行李箱。为什么要突击我的行李箱？你记得多年前我跟他一起飞的时候，我看到他的行李箱，我真的是 ，Oh my god， 里面有超级无敌乱七八糟，哪有啊？所以我要看一下多年以后他到底有没有改善呢？不是，看看你那个超夸张的，我跟你讲，他是什么东西哦？他都买两份，比如说他化妆水就买两支，然后各放一支在旁边。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夸张吗？这样才很方便呢、啊，我才不会哪一次飞出去东西忘了带，我就把那箱一直放在箱子里就好了，除非他用完我再补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到底有多么的邋遢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一下这是我上次不是？等一下，这是我上次去那个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带的那个箱子。我 I don't care， 等一下 I don't care。看一下这个箱子有多么的凌乱。好，你们要在看这支影片之前呢，请你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出去。然后重点是，我觉得很不合理，就是他的观点非常不合理。你们记得在下面帮我们留言好不好？要支持我，不要支持他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太严格了。女生都有轻微的洁癖。你们知道我刚刚走进他房间，在床头发现那边放了一包零食，我就说，请问你是在床上吃零食吗？在床上吃零食很正常啊，拜托。是连零食吃的都不拿到房间的人，我妈从小都会说这样房间会长蟑螂。你看他是不是很严格？我们家住很高，不会有蟑螂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哇塞，多干净 ！Oh my god， 你看，首先我先把东西全部放在一个包包里面，这样一打开就不会很尴尬。你知道有些客人就是要在机场塞行李箱，一打开然后全部都散一地，这样子就超尴尬。我真的有看过很尴尬的东西的，我这样是不是很合格？漂亮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简单。外表是没办法欺骗我的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做得很好啊。我们从这里开始，各位观众，这个角度应该看得清楚吧？你看，多么的干净啊！乍看之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是很正常的东西，真的，这是女生很正常。这里面是有毛屑 ，Hello， 这里面是有毛屑没有？毛屑好不好？哪有？各位男性观众，如果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的话，现在示范给你们看。哒哒，这就 new bra 是不是很正常？这个就是女性那个神秘的小物，你们还是不要知道这干嘛用好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就 OK 啊。你觉得这有什么不好？毛，这毛，要不然怎样？你洗它是不是？这个有专用的清洁液，应该要洗一下。这个东西我就当做消耗品，就是我用了之后，我用完然后用几次之后，觉得哎就可以换下一个了。请问这副用多久了？这副也没有用很久，这副是很新哎，这三年吧。哎呦，乱叫！给我看一下。好，我来介绍，这是比基尼。然后因为这个就是我出去的时候，可能我飞出去，或是我在哪里，然后可能大家就想说，哎，刚好有游泳池，或是可以晒个太阳，怎么样就会穿的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尺寸有点无法驾驭。是，这是还没，你是没洗过吗？不是啊，它是新的啊，你看牌子都还没剪掉，它是新的啊。这种东西要洗过才能穿，好不好？它在私密物的地方哎。我觉得它太严格了，各位女性，我的女性观众们，它是不是太严格了？哎，这个很可爱，对不对？这蛮可爱的，这是内裤还是泳？对，你不要一直这是内裤，你不要一直秀给他们看我的那个可爱小裤，可爱小裤就是我可爱小裤这样子。你上次出去几天？就三天啊。你三天只有带一件内裤吗？这里面还有吗？没有啊。不是啊，因为你去的第一天你就已经洗过澡了，然后你就已经穿上了内裤了，然后你去完之后可能就是很累，然后之后就是会再洗一次澡，然后你就只需要一件内裤而已啊。很累，所以你是说你穿了然后就不洗，就只是穿两天的意思？没，不是，就正常就带一件内裤，因为你最后一天回来就是你会再洗澡，你就不会再换内裤啦。很恶心耶。哪有？要不然你都穿，你要带几件内裤？就你还是要多带，就怕会不干呐、啊。而且你是说直接就穿了两天不洗的意思吗？我没办法。不是啊，如果你要的话，那个便利商店也是有卖纸内裤的、啊。你可以穿阿嬷纸内裤吗？啊，又没有人看到，反正都没有人敲我们，又没有人看到，所以有什么问题吗？这是我运动型的运动内衣，这上面都是起毛球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哪有？哎、欸，你们东西都不会起毛球是不是？我们就勤俭持家的好女孩啊！你没有看到这里起毛球？各位观众，你们这 sponsor 不够，他需要穿到起毛球还继续在穿？不是，哎、欸，这个我才新买不久哎、欸，那这个材质不 OK？ 干嘛这样？这
这个就是我平常出去，然后他会配搭一个小可爱，然后就是你平常出去就是 casual 一点，就不要太正式。然后这个我自己来，这个我跟你们讲，我也是有叠好的。有时候你出去说，哎，我们去哪里吃个下午茶或怎样，穿它，然后就很有气质这样子。这件还蛮浪漫风的啦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，这件可以 pass。这一件就是想说啊，可能就是在路上认识了一个人，然后想要跟他约会。然后就想到跟他约会就可以穿上这件前短后长，然后走路会飘飘然的感觉，就是一个女神风的概念。对，嗯，这一件是就是睡衣啊。你在饭店会自己穿这样不行吗？我是等人来敲门吗？没有，就是睡衣好吗？是在等人来敲门吗？正常可爱糖果型睡衣，这也是睡衣吗？不是，那不是睡衣。OK， 这个是一件邋遢睡衣，然后没有人来敲门的时候就穿这一件。刮笔这样，然后有人来敲门的时候就马上这样。I love you, baby。 讲 ，I'm ready。乱讲，没有，这件是运动的时候可以稍微穿一下。好，然后就没有了。等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不是啊，那个就是譬如说，各位观众，我们要去捕鱼了吗？不是啦，我怎么不知道今天有捕鱼的行程？没有，这个就是哦。你带这个干嘛？请问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情趣？不是。这是我朋友那一天他说很好笑，然后给我看的，然后我说哎，借我看，我改天可以拍片子给观众看或怎样。你不要研究的这么认真好不好、啊？我想看一下怎么穿，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情趣裤袜的概念。不是，好了，而且还有两条。OK， 谁会到这出去啊？你看这个，这是很实用，这个好用。这个出国家用，我这个我也有买一个，就是出国有四个 USB 两个插头，推荐给大家。先打开这边，有没有包得很好？它破掉了，比较出来了。这包勉强过关。然后这是牙刷，这是什么神秘的？这是牙刷，这是我的牙刷。对，这个这好像还不赖，这电动牙刷。我听到突然觉得牙齿好酸。这是珠宝盒，我看看。你内裤就只带一件，然后你带那么多里里扣扣干嘛？这里面有多少东西？你们看一下，觉得你是有几个耳朵要带啊？不是，因为你有很多不同的衣服，所以你可能我的手匣里面，你可能吊饰要用很多啊，所以带这个也是很正常吧？那内裤就有一件，因为对邋遢没有得奖，邋遢。对，好，这个还算干净，鞋底还算干净啊？谁的鞋底是干净的、啊？拜托，这是超干净，好不好？这是最后一个关卡了吗？对。你是怎样？你嗑药哦？不是，这个很重要，各位观众，我这个千万绝对不是嗑药，好吗？这个我先打开给大家看，它是一个胶囊，全部都是一样的胶囊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上次看到我室友吃，然后我看到一个大罐的，然后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它是胶原蛋白，好吗？我们常常飞出去，那个工作人员帮我拿一下。我们之前常常飞出去，在飞机上。就会流失很多胶原蛋白，而且非常的干。然后我就发现它有这一罐，然后说是胶原蛋白啊，你知道很多人吃吗？我说啊，我不知道哎，我就直接把它拿出来倒一堆，然后放在我的袋子里面，然后我就开始试吃它，然后发现超好用的，就老行家的胶原蛋白。然后它里面呢，基本上它胶原蛋白没有其他太多的成分，然后它也没有那种鱼腥味。你知道一般如果你吃那种胶原蛋白粉的话，你会觉得我买过日本的那个牌子，超恶，一喝下去就反胃。对，腥味超重。对，然后它是完全没有。然后我吃完之后，你常化妆化超久，我是不是都素颜？我几乎都随便弄一弄就上。然后大家就会常问我说，为什么皮肤这么好？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吃这个有关系，我是非常懒的人。所以我从今天开始应该要吃一下。这个包装有点眼熟，好像有朋友有吃。很多人其实都有吃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然后你知道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有一次飞出去带这个，然后在飞机上呢，姐姐就说，哎，你的皮肤很好，怎样？你知道，我就马上拿出来献殷勤，我就拿出来，然后就倒一些，然后给姐姐说，哎，姐，我跟你讲，我这边有一些，你先拿回去试试看，这台湾的那个老行家的胶原蛋白，燕窝胶原蛋白，你回去试试看，好用的话，你自己可以买看，因为我皮肤就是吃这个来的。然后我那一班机超级就是顺畅无阻，然后受欢迎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哎，哈尼都吃这个，哈尼都吃这个。所以我就讨厌阿姐，我就放弃药，我就说，姐，还可以说这胶原蛋白，你多吃几颗，台湾很红的，不要害人家。你看，空姐
心机真重。所以我就发现说，原来我室友比我还厉害，而且我还室友还是个男的，然后他就吃胶原蛋白这样，然后从此以后我也都会吃它，没什么味道哎。没有，它完全没有味道啊！一天吃两次，然后一次差不多3到4颗，通常一次我都会吃4颗啦。它超好用的，啊，这个总可以过关了吧？不要再说我嗑药，我没有嗑药好吗？我刚一打开，然后我就说这个应该就是离家出走式的打包方法啊！我要走了，没有，我不跟你玩，乱讲，根本就没有好，反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它是超级严格。如果今天你要选一样最得分的话，你会选哪一样？我相信应该是我这件就是漂亮漂亮的衣服吧。不用不用，为什么？爱美女生到底直接带这个走啊？是不是？胶原蛋白吗？胶原蛋白实用啊，这个里面超多颗的哎。然后呢？今天这个我就先拿走。我喜欢胶原蛋白，不过那个真的很好用。已经准备要拿走，这个真的很好用啦。所以如果你们要问我说皮肤为什么好，是不是让我有在吃？我觉得我该吃了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我现在很尴尬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分享出去，然后订阅我们两个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还有 follow 我的 IG、Facebook， 还有 Momo IG、Facebook。大家拜拜，拜拜。